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。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是王老五的侍女，他杀了阿宝。杀了阿美姐在哪儿？我是不会说的。你不是嘴硬吗？希望我和朱婉大婚的时候，你还能这张嘴硬。我杀了你！我可以留慕容冲一条命。3日后我要与你大婚。多谢前来恭贺，今天能成功打架，救救慕容冲吧！求你了，悠悠，求你了，不能背叛我，求你了！啊！不好，宗主，有人劫狱，去掉！是。不，不好，宗主，缓。行。月影，这种善事。 要灭你苏江满门，敢动朱婉半分，必杀！放下。